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是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乱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靠在你的身旁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，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，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